伫恁着咱蔡安溪，咱治安条件舒服，但是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邱凯文带领落下。正神是认定要有尊敬性格，庄严性格，庄严性格。庄严着咱好会伫现场六房现身上座，就只有纯粹太列为尊敬性格。伫恁着咱太安是含有之德。但是管理委员会由主任委员邱海文担任委员，以及罗下将陈世林等，欢迎着咱好会伫现场六房现场上座，在此也将着着咱六房现场上座，是现场会当亲切的信徒满面下。三步就办了，咱这就办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